SNH48 2016年 TOP 16巡回答谢演出。在观看演出的同时，请注意以下事项：一，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，凭票依次入场并对号入座；二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准许授权的横幅、标语、旗帜、条幅等超过50×50厘米，易遮挡他人观看物品的演出的物品，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。三，请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、摄像、录音等行为，将您的手机等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。四，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，场内严禁吸烟、踩踏座椅，不得翻越隔离措施。在观看演出期间，请勿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。五，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，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，并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。以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大家耐心等待。我是 SNH48 Team Man 2黄婷婷。一
当黑夜降临之后，胜利在招手，胜利在招手。我是 SH48 Team 2的黎彤。
谢。就发自拍啊！哦，其实我刚刚，没来得及说 catch phrase， 那我重新补一下好了。Every day 发卡卡，每天给你白发卡。好的，那么就到这里，让我们请下一位，让我们来请下一位自我介绍吧。好，等你们一下，好了吗？好，那我要开始。黄是红绿灯的黄，停不是停，停音乐停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婷婷。黄婷婷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很高兴又回到上海见到大家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要等一下。大家好，是5 4 3 2 1。有人大家好，我是 SH48 金门兔子冯金朵，大家可以叫我Nancy或者朵朵。今天回到嘉兴路剧场，非常熟悉的感觉，希望大家今天开心的看我们的公演，谢谢大家。5秒钟时间，5 4 3，好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Man 2的陆婷。谢谢，辛苦了，山顶的朋友不容易。然后呢，就是能回到嘉兴路特别特别开心，毕竟是我们的就是老家嘛，基地。然后希望呢，接下来的表演大家都能够继续这么热情的喜欢。然后谢谢大家。准备好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有这么慢。好。还在找吗？好了，北京，大家每天打招呼的哦。
Hello Kiki。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的 Kiki 许佳琪，谢谢大家。最后一句是什么？再、行，还是没听懂。蘑菇。很棒，谢谢大家。怎么不押韵呢？谢谢大家。刚刚山顶的靠也听见了，谢谢。终于回来了嘉兴路，然后今天的那个空调感觉也比平时的要冷，然后希望接下来我们的热情也能感动到大家，谢谢。来，给你们一点时间找棒子。对，然后呢，刚刚这些人在下面，就特别是冯星朵学上海话学的飞起，所以用上海话介绍自己，然后上来之后就懵了。我懵了。对，不是，来一个。而且，但是这个人的上海话水平我是有做过了解的，大概是零级。上场上海话零级，放 overdue 的时候再学。对，还不是黄婷婷。我听不懂，不是我。冯星读。我吸毒。好了，你们找好棒子了吗？我要开始了。对对对，然后就是北上广三地要公平嘛，所以我要用上海话自我介绍。对。那我等会也要重来一遍。对，大家好，哦不对，我是怎么来着？对，我说小戴，你说萌那个啊，来。3, 2, 1, go！ 吴刚说戴拿刚。哎，我发现了。我发现了怂这个音，上海粤语北京话都是一样的。来，好，开始啊，开始正经来了啊，刚都是排练。来，吴刚说的哪刚？说的，说的，谢谢大家，我是 SH48 Team S2 的戴萌，谢谢大家。戴萌，刚刚有那边的人在喊怂，哎，我听到了，戴怂，我不是，他叫怂。什么？我听到了那边好大声的，哇！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对，然后呢，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上海剧场做那个 Top 十六的，就是巡演，很开心。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玩的尽兴，玩的开心，谢谢大家。别的都是什么律师啊、绝句，只有这个是那种就是词牌一样的，很棒，很有文化，谢谢。没有，其他的大家也很棒了，只是这个比较特别。对，好了，我介绍完了。好了，冯一朵，你要秀上海话吗？啊？对，我还要上海话说一遍。接下来应该就要开始我们喜闻乐。啊，不对，等一下，让我在上海话做一遍自我介绍，好吧？可以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Two 的罗丁。你怎么还要再敲一遍？可以了。谢谢大家。
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就到我们欢乐的游戏辰光了，好吧？好。又到了我们欢乐的游戏环节了。第一个本想法游戏呢 ？Game time。哦，黑暗料理。第一个，今天是什么黑暗料理呢？今天怎么分组啊？今天是什么？大游戏。今天我们猜的不是成语，是猜的是成员了。今天猜的是成。对。上海有什么黑暗料理吗？什么？上海有什么黑暗料理？上海的黑暗料理啊，我是没有吃过什么上海黑暗料理。我觉得臭不如蒜，真的吧？但这不是上海的东西啊，真的，好吧。我觉得上海的东西都很好吃啊，应该没有黑暗料理。真的。我们从哪里来吧？从哪里看哪一边啊？今天我们把队伍打乱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呀，好呀。黑白配，我们黑白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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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而且莫寒你知道吗，他刚刚在上台前我们莫寒的上海话怎么说，我们说出了莫寒的上海话，结果莫寒说某鱼到底怎么吃了啥门子，我好惨啊，你看我们对定位太尴尬了好吗，但是你难道不会觉得我们队只有三个人，人很少吗？但是怎么说呢，那谁先来八路中间那个队的人谁身强谁先来呢？我们人多，我们先来吧。来，啊好，剪刀剪刀布，李叶东终于赢了，终于先来，我们先来，我们先来吧，我们先来，不好意思，我输了，他输了，那今天谁第一个演？那就你了，就按这个顺序了。猜成员吗？是猜成员，就不能说话，只能用动作来表演。但是戴萌比较聪明哎，戴萌应该猜，所以对啊，所以他来。没有我形体表达，没关系，他没有形体表达。那谁来猜？剩下的人都脑子不太好使的感觉。大哥，我来猜。啊，我猜，大哥猜吧，我猜。怎么？我们俩怎么了？吗？他们两个真的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你确定要把他们两个放在这里吗？你只要模仿我就可以了，模仿我。等会儿记得模仿我。你可以吗？我当然可以了。完蛋。我觉得黑洞都在我们这组。对。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。本来就多一个人，现在多这两个人都不算。对。我俩很多余吗？就像没有人一样，还多了一些障碍，没办法了，先这样吧。我俩很多余吗？先这样吧，来，先。好了，我们先开始吧。从我吗？我开始，我去看了。先开始吧，背过去，背过去。机灵点啊，等会儿来了。哎，很聪明哦。哎，把大屏关掉了。上海 staff 很聪明哦。上海 staff 果然狡诈。看来是个不得了的人物。睁大眼睛看好了，戴萌。不看，哎呦。我都睁大你的狗眼睛看好了，那是福利送分题，看好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，好焦急哦！等一下，太大火了！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到底？哦、没有，朵朵做的还是可以，朵肯定行。这个动作什么动作？耶！我们赢了。冯鑫朵老妖，我都不知道是谁啊。什么东西啊？我学习到底什么那么激烈？完蛋了，我都不知道是谁。咱们队里有这样的人吗？不是，他把十六套路话，十六能说话，不能说话，是套路十六里的成员。套路十六，你想想，这是他们的这个，你想想。不能，不可以啊！起来！啊，我要改变一下，还没做好。来，快，冯鑫朵先。不是，戴萌已经给你做了。这样，不是那个动作，腿要打开。我
打开了是马老师说了，这个腿要打开，不能再开了。马老师说，腿要打开，要打开。对，大哥要猜不出来就赖冯新朵。什么啊？谁啊？我的天，谁啊？谁的腿那么开啊？大哥，大哥你完了。不是。你要在这个位置，大哥你完了。为什么？接下来你说出的任何一个名字，你都得罪人家了。为什么？大哥，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是你自己怎么办？肯定不是我。首先，这个动作我做不出来，我腿没有那么开。到底是谁 ？Top 十六里面到底是谁把腿打这么开？这是接下来一点的动作。这是一道很有研究的题。大哥，你做得出来的，不要再说了。所以他的重点就在于他的腿部。大哥，你做得出来的，你跟他做过一样的动作。我做过一样的动作。你们做过很多一样的动作。是啊，我知道。干嘛歧视他？我知道是谁了。今年还是去年？我知道了。赵月。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他比赵月直接比这样就行了。你是不是？你说赵月，赵月要哭了。大哥，啥时候说这样？赵月在你赵月在你心中就这么不堪吗？哎，你们刚刚已经猜错了。啊！你们刚刚已经猜错了。再给我机会，再给我最后的一次机会，我再想想赵月。好，快猜！徐佳琪，再来一遍。我就给你一个啊，这样 ，Michael Jackson， 这什么动作？这不是你吗？陆婷啊，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这个东西啊？这样，我知道了，刘炯然。是不是刘炯然？你已经猜三次。没有，我刚刚那个陆婷是开玩笑的。你刚刚说人家腿打了，哎，为什么你要跟？但是我没有跟他一样的动作。刘炯然，来什么话？炯然，来原版来一个，来。你，哎，大哥，我们找原版人给你表演一下。刘炯然，没想到你腿这么开啊。我是说刘炯然的韧带很好，这帮人脑子真的很有问题。你想什么呢？我说人家刘炯然韧带好怎么了？有韧性啊。大哥你要跟袁航打一架啊。来其实大哥不用扣钱，你就打我支付宝就好了。那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？给他展示一下原版怪兽原版动作。请抱紧我吧，请抱紧我吧，请抱紧我吧，感觉的，你就是这个动作闪到腰的。哦。啊。哎，再闪一下呗，想看。没事。没有，你就做那个不会闪腰的动作。你做那个。哎呀。对，膝盖对，别受伤了。人家受伤了，不要受伤了。大家都知道是怪兽的。你们干嘛呢？是你没错，是你。不错。刘炯然，我知道了，你的腿。知道了，好了，回去吧，可以了。反正这题我们赢了吧，猜出来了。对，我们猜出来了。刚刚突然打开直播的粉丝吓死了，一二期前辈在这里，三期跪着。不是，对。而且一定要人家做动作，逼着人家。逼着人家跪下。一二期前辈逼三期开腿，跪下。戴萌啊。不是。戴萌每次主要是我刚刚已经戴萌要扣钱的话北上广早都扣过了，我刚刚已经很含蓄了，我并没有打到你开，但是你猜不出来的话我就只能跟对哦，我猜出来了。好吧，那来该你们了嘛。好吧，那我们先来，加油加油，来对，太简单了，送分题。换个男的，大哥的脸会放大一十倍。换个男的，为了不让你看到。
谁？啊？谁啊？这个很难哦，不能给他们看到。你听到了是不是？不能听到。谁啊？太难了。太难了，这个真的很难。哎，快把他们两个圈住！我跟你说，你不如第一我认识，因为第一好、哦、算了，别不认识太简单了。top 十六里谁你不认识？不是不能不能就是。现在这个太难了，我禁言不能说话。是吗？你确定不是在演你吗？你确定你演的东西、啊、不是李一桐吗？我不会转圈。这不是李一桐吗？李一桐演谁都是李一桐。再来一遍。哎呀，慕寒能猜出来，我就叫慕寒。再来一遍，你再来一遍。我能说话吗？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一我一定可以的。嗯，给我个机会叫慕寒吧。大家好。哎呀妈！啊，我知道了，无法天女。哎呦我的妈！无法天女。我知道。我知道了，小魔仙。不是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很简单。知道什么？第一幕怎么在呢？就这样、啊。它的精髓在于。啊？就没了。面包奶油不眼睫毛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啊，还有还有，你确定你认识这个人吗？认识。你确定这是 top 十六里面的人吗？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一个频道，你确定那个不是李一桐吗？啊，没有没有。想一想，我再举两个形象。我好像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看这看，这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或者这样，今天没有 catchphrase， 但是每天都要 never stop dreaming。耶、哎，这都猜得出来，这都猜得出来。怎么了？你抢了我的名字。蘑菇少女的日常打卡。我说小戴，你说。小戴，小戴。哼，哼，哼，哼。那现在算打平吗？这样不算是打平了。哎呦，我把名字，我把名字都输出去了，我不服。再来一轮，再来一轮，再来一轮。再来一局。好自觉哦，这黑暗料理就端出来了。啥？水？可乐？雪碧？雪碧？什么黑暗料理啊？我在这一轮丢了名字。上海有什么黑暗料理吗？我为什么要拿？因为我们都赢了，所以我们都赢了，没有我们现在是共赢的关系。漏山什么花？啊！我的妈！我的妈呀！漏山老山那个百花蛇草水。啊！蛇草水。一股凉席味儿，都是吗？我觉得我就是汽水啊，倒也不是吧，让喝一口。那让我们一起干了这杯蛇草水吧，好不好？祝上海的巡演成功，耶！耶，加油！这杯蛇草水我们敬了，你们随意啊。我不想喝这个，这个味道真的好棒。啊，我没有喝过哎。来呀！哎，这个不就是没有甜味的雪碧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它好，好奇怪哦。我这样喝下去之后，我可能都会跳爆爆，会吐水。来，我们情谊这么深，干了它好不好？我觉得这样刷锅水。我觉得也是。刷锅水，来，跟爸爸一讲。多喝点，多喝点。不行，我喝够了。身体的时候。我喝醉了已经。啊！你也在长身体。人家也在长分担，人家没关系啊，人家都是队长分担的，给你分担。你说我们 N 队选出来个队长，到底干什么？来吧，这个时候叫两肋插刀，两肋插刀的来。两肋，我都喝完了。先干了，冯金朵，我先干了。前辈，我敬你。好好好好，来，前辈帮你喝，前辈帮你喝。嗯。
完了。我也想拿出一点来。你刚刚把那杯满的倒给我，冯星朵真的是。我已经喝了一杯了，我自己默默的在那里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剩下点给我吧。你自己带吧，带吧，带吧，带吧。冯星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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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婷。怎么这样？哎呦！哎呦呦呦呦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厉害厉害厉害！好喝，好喝，很棒很棒，好喝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我们都不会出现了，我还有一口。好了好了，我有点醉了。对，那接下来就请欣赏下面精彩的有点许，拜拜，拜拜。心情，连空气都结冰，看
看不见明天的黎明，只记住你最爱的人和风景。一路上前行，祈祷有你的消息，一路有海风不平息，让我听见你的声音。那拉沙呼唤着你的名字，要多少次才能到达心里，雪落前方永不安静的情绪，你是否会在那里啊？你就是我们的活到现在的勇气。
真的凝视着我，修炼化为温柔的快乐。不往事总是那么太过深刻，曾经受过的伤痛都忘记了。隐约和还在播放着散发爱情魔力的主题歌，亲吻我还记得，甜蜜就这样留在嘴唇上了。远处的花火了，虽然看不到的，却还能感受到快乐。情绪慢慢升空，音乐还旋转着。大过头的约定呢，飞去哪里呢？如果你那一道清晨闪电和神秘如此美丽，钻进了心底，停不下来的眼泪证明现在为难活下去的勇气。青春风暴每次都出乎意料，加速的一切都由我们自己主导，别站在原地总是犹豫思考，错过了这次是不是就会永远失手。别再整天笑着对着镜子自己拍照，以上就是我们默契的暗号，最后的钟声是我们出发的警报，这或许就是我们身上最后的骄傲。清晨的太阳，微亮的风景，一个人留下奔跑的脚印，空荡的操场，唯一的身影，为了梦我依然在努力。那些被决定后的命运，只是想要让你们听见而肯定。青春的旋律等待着惊醒，用微笑扬起未来的声音。那一道一闪而过的情绪，别再犹豫，坚定了决心，照亮了潜意识的热情，谁
最后的骄傲。
by me, but don't touch my body. Don't touch my body. You can say my name, but don't touch my body.夜色朦胧，我的轮廓，暧昧动作，解开你的困惑。天龙出火，忧郁轻鼓走，越想的太多，越抓不住我。真心放飞，让你睡个年代，爱上谁？欲望的双手去捏着明白。心开始燃烧，你别后退。You can say my name, but don't touch my body. 这气氛会让你神魂颠倒，爱上谁？欲望的双手去拥着拥抱，有我的美。如今有你的心开始燃烧，你别后退。You can say my name.免得吧，大家都这么熟了，是吧？是吧？啊，好好好，我也不是很想理你了。那来吧。好了好了，自我介绍啊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Band 的鞠婧祎。所以他们一说话就有点想哭的感觉。嗯，谢谢谢谢，感动哈。嗯，谢谢他们。嗯，他说你仙女有眼光，加速度仙女。好了，该你了，该你了。好好好，到我了啊。好，那我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慌张慌张慌张的是拿棒子。那个，就你手上那个。啊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Two 的曾艳芬。谢谢谢谢，巡演还好了，不是很辛苦，大家喜欢就好了。
专业拆台。嗯，然后非常谢谢大家。如有跟着我们一起巡演的吗？有啊。哇，这样，那大家也辛苦了。那这次是这个上海站是我们的最后一场巡演，希望我们这次的北京、广州、上海的巡演大家能够喜欢，能够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。谢谢大家。快给泰克打电话。嘟嘟，你好，这里是张宇阁。谢谢大家。你们刚，谢谢。你们刚才是背了首诗吗？不是，是那个英文。啊啊！加起来是 apple 啊，像对暗号一样。没听懂，你们发音不行。不讲，你上网搜狗一下。啊，不能打广告。你们这个写的 I have a pen, I have a taco, fireball。 谢谢。好的。为什么是火球啊？因为这个是一个特别嗨的，像印度舞曲一样的歌，然后我特别喜欢。不好意思，我落后的。没有，老人家跟不上潮流。没有，是我太奇特了。好，很棒。下一位。等一会儿，这麦的声音可以开大一点吗？感觉有点小，还是说你们太吵了？是大点声。哦，是我聋了，不好意思，年纪大了。你敢说大家吵，今天哦，我就说你们很吵。啊，OK OK。Hello。有声音，准备好了吗 ？Are you ready？ 你们颜色都不统一，跟我说准备好了，渐变啊。混色，对。三秒钟，三、二、一。不是，他们节约，就是一起用，用一个颜色。好。想变月亮，一直照着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赵月，也是会长。会长。我就想知道今天下面来了几个我的孩子。没有，应该还在肚子里。不是，儿子，大哥，你都这个年纪了，不要喊死鬼了，好不好？撒娇死鬼。而且刚刚那边有个男孩子说有我的孩子，是什么情况？是谁？我忘记了，很吓人你们。这个回来其实挺开心的，毕竟回到了上海本地嘛。赵月，不要这么官方。不要尴尬。不要害羞，他们也就说一说，你知道不？连你的太子帮就是号召一下，来到了产房的感觉。很可怕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位成员。赵月怎么那么干啊？结束了。下一位是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哎呦，你们真的很吵哎！拿东西能不能直接拿，不要说话。现在你想被粉红色是不是？他们开心的很，你想被围？你想被？要是掰不动棒子，我可以帮你们掰哦。你是不是想被群殴？
开始了。拿到甜品，拿来交友。娜娜酱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希望给大家带来甜品的娜娜万丽娜。谢谢大家。我发现就是每次我其实回来的时候我都没怎么听得懂，是，而且感觉而且感觉上海的大家特别的省哦，就荧光棒都是从头到尾每个人都用那一根，是不是今天要说他们？我在称赞他们，称赞他们，很好很好。嗯，真的，讲真的，要是真的掰不动我真的可以掰的。然后一大堆荧光棒扔过来。你们不是有些人说是掰不动吗？不可能。很吓人。一个手不可能的，一个手不可能。哇。小公举就是不行，真的。就是娜娜，你有没有斯文的女孩子？娜娜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啊？就是有一个富翁啊，他临死之前呢，就是把他的儿子都叫到他的床边，因为他要死了嘛，他就告诉他的那个儿子说：“你们看，一根荧光棒，你们很容易就掰开了，但是三根合在一起。”你们然后呢，那娜娜试一下，我还是开了。然后呢，啊，你也掰开了，然后富翁就死了。这个故事在我身上不成立，气绝是吗？没听过这个笑话吗？没有。好，谢谢谢谢大家捧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下一位成员。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，每当看到小怪兽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Mate 刘炯然，那就可以叫我小怪兽或者事儿。谢谢大家来看我们最后一站的上海巡演，谢谢大家。你可以跟他们说干嘛呀，奥特曼。可以回耶。回来之后果然是熟悉的感觉，还是，而且尤其是站在说 MC 的时候，还是那种风熟悉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见到大家，一切都很都很开心，然后也最后一站了，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开心。对，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位成员。是的，来我们下一位成员。又来到太热门。今天没有 catch phrase， 但是每天都要 never stop dreaming。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X 的张丹三，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们，耶、然后刚刚我看到了，就是他们模仿的那个 catchphrase， 我一开始没有觉得那是我自己，这是什么？然后招牌动作啊，像你的招牌动作一样。这个吗？嗯，这个很像那种网上的那种舞女的表情包，小模型，就是舞法舞天什么的。舞法天女吗？舞法天女，对，就是那个，我没有，不想承认。谢谢大家。耶、那我们就开始游戏了吧。对，今天的游戏。虽然呢，这三天呢，
也都是玩同一个游戏，但是呢，希望大家就是当做第一次看，对，好吗？但大家不知道，不知道，第一次看，第一次看。嗯，大家要表现出惊喜的感觉，哇哦！所以我们今天还要黑白，就是分队吗？好啊，我们怎么分队啊？游戏规则不都知道了吗？还看什么呢？哦，第一次看。你们的演技真的很好，好神奇的游戏，做戏做全套哈。那我们来分个队，分个队，黑白队，来来来，是黑，就是这个黑白配，黑白配，哎，我们三个耶，哦，我们是胸大组，谁是首先的？你不是，笑点怎么了？笑点有问题吗？不要脸啊！好，来，昨天好像也是啊，不对，谁先？我们你们先，我们先，派出神兽说，我先说话，我先，对，我先，谁？我们这边先说话啊？哎，我们先，你们已经决定了哦，我们先演。来，就三个人，三个姐姐，谁看？我猜还是我看。因为我没看到，哦，眼瞎了，哇，什么东西？哎，车厢自己看，快把车厢。什么没看到？又不是 staff 姐姐又没干嘛？为什么大家能看到什么一样？哎呦，你来他面前看，要不你换一个呗。我们都看到了，刚才给了大特写。啊，你别看，赵月别看，我很难忘记那三个名字。不是，我换一个，不对，我也不能看。啊，那我来看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谁呀？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你不能看，一个一个。哦，来，哎呦喂，我好像猜到了，哎呦，不能跳舞的动作不是很容易猜到吗？你要他平常的，我那个别人跳舞的动作吗？好，结束了，再多一点提示嘛，这个太容易猜到了，对，多一点提示。这个提示就是啊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哦，我知道，来，赵月来，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个，什么来着？那个，喂，哎，你是被电话线绞到手了吗？哎呦喂，不是还有个什么来着？好冷漠呀，怎么和昨天那个那朵花一样？没看懂，再来一遍。哎呀，不是，我要看后面的。喂，我觉得当事人会杀了你的。哎，哪里找哪里？你那里是哪里？啊？哪里？是哪里？这里是谁？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哪里 ？OK， 这里是撸推。猜 ，Taco。对。这个太好猜了。太容易了。行，那我们。个人特征太明显。好，你们呢？啊，我来猜吧。嗯。你确定他的脑回路？这非常的聪明。可能会猜王总。没关系。来。怎么是个神奇的人物吗？是的，很老马之类的。哇！怎么了？没有。哦。
好不好？我知道了。难道是我？还有什么？你也知道？啊！来来来，再来。大姐记住了吗？好，慢慢来，传达到下面，传达到下面。开始你的表演，一定要动作标准哦。你真的要一样吗？对，要标准哦，动作。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镜头给一个大的特写。推进的。少爷，本是同根生。就是要特写啊！特写特写，推推推推，嗯，好，可以来。是你自己吗？答对了，恭喜你！还没到我。错了。世界都知道这个是谁，不知道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娜娜，结束了吗？但是其他队的不一定知道哦。对，不一定。应该都知道的。对，你就是空气刘海。这是 River 吗？是 River。刘海撩了吗？有别的都不一定知道，有别的提示吗？这个呀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呀。戴萌，哎，不是呀，我就说嘛，其他队的肯定不知道。你看看，就是啊，柯太太，看这个。这个是重关键，但是你们输了，因为你们猜了戴萌，耶，输了，有没有惩罚呀？你害我大光明了。他那个，我不要和那个，你们输了，结束了。上海的黑暗料理是什么？谁能告诉我？好像是一种很奇特的水。来了，哇，什么呀？为什么准备了这么多杯？蛇草水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蛇草水呀、啊！别客气啊啊！招呼不走，招呼不走，中间的两周还有点像，也不难闻、哦。哎呦，为什么每次都准备六杯呀、啊？哎呦，你们队不是赢了吗？八杯、啊。我姑且问一句，这次不唱生日歌了吧？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哇！盐汽水，对吧？蛇草水，这不是盐汽水吗？不行！戴森哭了，就是你喜欢你不早说，早上给你喝了，这很可怕的。我忽悠我们队的人喝的时候，不是你连豆汁都喝了，你还怕这个？我在默默品尝。豆汁太恶了，我总感觉它有一种。感情深，一口闷。扣什么深啊？感情深。先分。扣什么钱啊？我赢了耶！喝，我们家族赢了耶！看看、我们都一起祝娜姐生日快乐了，你不喝，你觉得对得起娜姐吗？我跟娜娜其实感情不是很好。需要续杯啊，娜娜，要续杯。娜娜生日快不快乐也不关我的事呀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
Seven， 你喝过豆汁吗？没有。你没喝？哎，你也没喝？那你必须得一口闷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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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好，这后劲很大。哇，真的好好臭！就应该公主不能倒在地上。没关系，等下击掌的时候谢谢大家。还打嗝。小怪兽咬了一口吗？等一下，你们一人。我来过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谢谢，那我们那个继续下面的歌曲吧，希望大家就忍受着我们带着这个水的那个演唱哈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演出，我们接下来请欣赏下面的歌曲，耶。Thank you.
下抬头仰望，我总渴望有双美丽的翅膀，带我飞，飞过最高最宽广，化作星辰闪耀不灭的光。窗外月光像树影拉得很长，花灯初上发出斑驳的微光，听起声它顺风落浪去远航，勇敢飞翔梦中憧憬的远方，10月12号这一天有个非常重大的事情，没错，就是我们的最新一批公主披风。对对对，对。然后我也有一个生日祝福，哦不是，我也有一个重大事情，对对，要开始售卖了。10月13号，我们的公主披风的 MV 就要出上线了。啊！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公主披风这张全新一批。我以为什么大事，我还以为说马老师要结婚了，因为哇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，因为我不说大事的话镇不住这帮人，你知道吗？在底下兴奋得很。那倒是，
当这里是没事。对，所以说到今天为止，我们北上广三地的巡演就这样结束啦。哇，没错，哎，然后在这里还要宣布一件大事，那就是从明天开始放假了。放假了。他们开始上班了，我们开始放假了。对，但是我知道你们应该不对，你们还有一天假期，然后又要重新开始上班了。大家加油，大家保重。对，希望呢这国庆的假期能够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。希望以后的未来的日子呢，也能够多多陪伴大家。好，那么大家可以准备击掌了。今天的公演就到这里，让我们一起十以上手牵手六人。一起三二一，谢谢大家。